各位村友，大家早安。好。哎呀，抗洪情深了，这次了。大家早安。好。开心啊，我们 MOD 2023第一次小跑，天气很好啊。也谢谢各位的参加啊，那我在这里呢，代表我及所有干部跟你们说新年快乐。建昌副会长在你后面。我们谢谢建昌会长，副会长带着所有的这个家具来了。等一下可以唱歌啊、哦！那么第二位副会长小潘呢，今天是开工了，所以他今天没有来啊、哦。我们今天介绍我们的总干事了，总干事就是建议啊，建议。啊、哦，好，我们今年有副总干事啊，也是前一阵子有上东森新闻的，如果没有看的话，看一下 YouTube 东森新闻啊、哦，各大新闻都有啊，啊，各大新闻都有啊，就是小 P 啊，小 P 哦。那小 P 要准备小 P 巧克力啊，如果没有拿到的话，可以跟他拿啊，小 P 巧克力啊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所有辛苦的活动组的组长了哈、哦，那个先是郑辉哥，新年快乐，苹果，新年快乐 ，Jordan， 蓝源，没有钱做不了事啊，我们的财务长，志总。好、啊，跟各位说谢谢啊。那我先跟各位宣布一下，请稍微记一下，今天你离开的时候，只要记得这些事情就可以了。2月19号，219是二月的活动啊。那我先跟各位讲一下，二月的活动会有比较精彩，是这个郑辉啊，他带着我们去 on road 以及一点 off road 啊 ，on road off road 啊，但是 off road 不会倒车，如果倒车我们帮你扶车啊。看你要这样可以前往。那个黄金瀑布，看一下风景。好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219。
看我的 baby。还没加入联盟，你也跟我一起跑了。还有你跟我朋友是没有加入。那好，因为是吴大哥，我们介绍自己，介绍一下，然后提升乐趣，好不好？非常感谢会长啊，因为我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有搜寻啊，这个因为我那个是1750啊，应该算是小车，今天跟这么多的大鸟在一块啊，完全追不上来哈、啊。还好是会长跟夫人在殿后就压我哈。小弟口天吴了哈，西中康熙的西中华民歌手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小元，就是刚加入这车队，然后平常就是喜欢周末骑车出去玩这样。啊，我自己是在科技四成，办四成，那个要算老会员的啦，已经一年了啊。那今天很开心跟大家一起骑车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好欢迎。好，欢迎欢迎。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光光温暖了我，你的大眼睛依然都闪烁，仿佛天上星。那突然的一刻，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温暖了我，耶、yeah, ，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 Sexy music Sexy music。 我在深情地望着你，早安我的 baby，灿烂的树。
敬一杯酒，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早安，我的 baby。